再一个，再一个，再一个，再一个。好，请问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陈正昌。陈正昌，你参加很多次了吗？对，参加很多次。哦，大概你有拿到名次吗？有啊。第几名？拿到冠军。哦，冠军是哪个项目？大专杯、辅学杯，还有那个嘉义市长杯，还有那个台中市长杯。所以你算常胜选手啊？算是啊。怎么会喜欢健身呢？就是自己的兴趣，要觉得练这个可以让自己就是身体健康抵抗力。哦，主要是健康就是。对。哦，那你最有自信的部位在哪里？就是腿，腿吧。腿，所以你的腿是你拿冠军的关键是吗？也算是，但是上半身没有强化起来，也没办法。所以我上半身还在努力嘛。那你可以展现一下你的腿吗？好。这里这样。再过来一点，因为光的关系。好。